有没有什么拍摄的趣事可以跟我们分享？拍摄的趣事吗？就是其实到晚上拍摄，其实大家都有一个疲惫的点，对，都会自己给自己找那种好玩的点，然后让自己嗨起来。比如跟王一博会在现场互打，什么有的没的，乱七八糟。饭圈用语，哎，我前两天采访的时候，然后听到一个彩虹屁。那你知道什么意思？现在大概知道了，就好像是粉丝为了夸赞自己的偶像，然后说出来的一些比较夸张的商业吹捧。你是不是一个会撩的人吗？就还好，没有很会撩。嗯，那给你个机会撩一下你的粉丝吧。好，撩一下。抖音。